重机就该死吗？骑重机就没路权吗？重机骑好好的，被一台轿车逼车拦停，拿球棒下来跟我说，我专秀你们这种骑重机的。但那天骑车的不是我，是我的助理，他骑我的车。好，我们就请助理来，请他跟我们讲，哎，跟我们讲一下那天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吧。当时我就跟我女朋友正常骑车，那个时候有一台轿车在追一台竞赛，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在跟我女朋友通电话，我就听到我女朋友被吓到大叫，就我就看到那台汽车逼我女朋友车，然后我就回头看了一下，然后就谁知道我就莫名其妙被拦停，然后他下车跟你，他下车就跟我开始问候我家人啊，三字经啊，然后就说什么我就专秀你们这种骑重机的，骑重机很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走了。啊，他走之前有说什么？走之前就跟我讲说，最好是车上有行车记录器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有，我们两台车，我今天车牌也不码了。我不懂你们这些人逼骑重机的要干嘛？肉包铁又比较屌嘛？我有重机我就没轿车吗？对不对？大家也都有开车，那大家路权也都一样，那为什么要这样逼车嘞？自己看好这辆车牌。如果你今天遇到这台车，你们自己小心一点啊！人家有球棒，那你要带什么？买个辣椒水吧。我是老徐，我们下次见。